袂晓做哪个？你就是卖水气啊！啊，你呐食着啥物物件？食着啊，若食着大细嘞？乌水气。啊，你较爱白水气还是乌水气，还是乌白水气？乌白水气。安尼你创一个乌白水气互我看。乌白水气呢？安尼拢足白呢？你是要互我看着拢足白？好乌，进来，过来看个，看个较乌的，个较乌的。我拄仔是甲豆沙甲娃娃斗阵食落去呢。我要足乌足乌的，要安怎食？你安尼是斗阵食？哎，有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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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有这里，那有这豆沙包。爸爸吃咪阿姨请我吃诶。啊，像恁爸爸定阿姨要请你吃，无请我吃。是爸爸吃阿姨要，感觉我一个嘴。谁讲？是甲你讲，还是我甲你讲？是你家己想。我家己想诶。敢是安尼？嗯。啊，咱嘛捌去买别行啊。恁爸去买啥？我爱甲你讲。哦，啊！你下次你后回你就毋知影你要安怎买啊？你会晓去买无？即摆吼，即摆我做包店啦，你甲我讲。讲啥？讲你要食啥，你要买啥？你袂使，你袂使讲豆沙包无啊？好。他要买一个豆沙包。啊，不过你早起不是拢食馒头？你要食啥物馒头？我要食豆沙。不过早起要食馒头呢，因为你要去学校啊。去学校不是食豆沙包啊，手会凉滴滴呢。凉滴滴。今日啊，你要食啥物馒头？五谷。五谷馒头无啊啦，无你改食别款呢，好无？有啊。好，啊你要几粒？一粒。一粒吧，啊，一粒几块？你知无？十几块。好呢，安尼才够。啊，一粒你食了无？食了哦。一粒偌大粒？你甲我讲。一大粒。一大粒你嘛食了？